心情吹动了繁星，想你悄悄走进我的心，我想时光和你都暂停，美好的时间里只有我和你，月光陪伴星辰的身影，就像一场浪漫的相遇，我想牵你手穿越梦境，一起寻找最美的风景，延续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一直打你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只能来这儿等你了，我很担心你。我没事。你手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你跟我说呀，你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还有你跟那个房地产千金，你们演什么戏呢？我们没有在演戏。是我哪里做错了吗？狗男人竟然说出这种鬼话。他还说要是以后我睡不着，可以等他未婚妻睡着了之后再找他。什么？这狗男人砍不砍了他替你出气。你怎么也不拦着我点啊？冲动是魔鬼。
恩童，你和延续的治疗我有了新方案，有时间的话出来聊聊。你不会还要去找他吧？他都要跟你分手了，你还想着帮他治疗失眠吗？我不是为了他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你眼睛怎么这么红？是不是因为那条热搜？博士，你也看到了。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截止到目前，宋延旭对你的心动指数没有变过，所以你懂的。真的？我只是跟你说数据，感情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。现在我们来聊聊你那个梦的事儿吧。哦，对，上次我和延旭被催眠的时候提到的溺水事件你还记得吧？当然，但是催眠到一半的时候失败了呀。是这样，没错。可是昨天我又做梦了，而且跟之前不一样的是，我这次看清了很多东西，而且很真实，就像发生过一样。嗯，这种情况下一般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就是记忆太久而被遗忘，简单的来说，就像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记不清楚幼儿园老师的长相；另一种呢，就是你们发生什么事情，让你们共同忘掉这段记忆。而随着年纪的增长和你们的重逢，这段记忆正在慢慢的苏醒。看来我们的失眠跟这段记忆有很大的关系。没错，只要能唤醒这段记忆，失眠的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。所以啊，我需要对你和宋延旭再进行一次深度的催眠，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。小萌、小夏，你们就让我进去吧，我找宋总真的有事儿。恩童，不是我们不帮你，昨天宋总特意嘱咐我们不让你进去。特意不让我进去？嗯。恩童，你来啦。叶子，我找延旭有事儿，可他们不让我进去。这样，我带你上去，你跟我来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我刚问过李特助，他说宋总今天早上安排了会议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你眼睛怎么有点肿啊？是哭了吗？你不会也看到宋总那条热搜了吧？我找他是要说别的事儿，跟热搜没关系。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他是想和你分手而已。
不走。彤彤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眼睛红红的呀？是不是又生病了？妈，这上面说的是真的吗？15年前，是我害死了延续的妈妈。彤彤，听爸爸跟你说，这个当年的这个事儿，所以你们不让我跟延续在一起，就是因为那天在父母见面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他是谁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宋延续，他昨天明明答应我，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彤彤。不是他跟我说的。你们找过他吗？你们为什么又去找他？他知道这些已经很难过了，你们怎么还忍心伤害他？为什么？哎，彤彤。反正我已经告诉他了。啊？你为什么要跟恩童说这些？就算我不告诉他，他迟早也是要知道的。再说凭什么延续那么痛苦，他像个没事人一样。可是你这么做对他们两个都不好，你知道吗？迟总，发生这种事情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吧？现在可是你跟陆恩童发展感情的最好时机。真正喜欢一个人是不会伤害他，更不会伤害他喜欢。是要离我远远的吗？彤彤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没有真的怪你。我就是讨厌你不怪我，你只会怪你自己，怪你当时没有阻拦我，怪你没有牵住你妈妈的手，怪你连累了你妈妈，多救了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可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就更讨厌我自己，我宁愿你讨厌我恨我。许曼苏说的对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从小失去妈妈，也不会和爸爸的关系不好，我只会给你带来不幸，我不配跟你在一起。宋延雪，分手吧。
说结局，你真相难猜，难猜。我想我会明白，不会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这离别太儿戏，告别都没一句。对爱懦弱的那个人不是我，是你。对爱懦弱的那个人不是我。延续，涨潮了，你快上来！延续，涨潮了，你快上来！刚刚明明在这儿呢，咱们现在怎么会不见呢？宋延续，你不要命了？你快自己来！根本明明在这儿啊！给我上来，听见没有？你明明在这儿，怎么会不见呢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别再走了！明明就在这儿，他明明就在这儿呢。明明就在这儿，宋延旭，他明明在这儿呢，别在这儿，他明明就在这儿呢呀，他明明就在这儿呢呀，不要这样，他明明就在这儿呢，他在这儿呢，求你了，不要这样，是不是被老冲走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就不见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见啊？彤彤，你要是有什么话就和妈妈说，你这样一句话不说，妈妈要心疼死了。妈，我好难受，我不想跟他分开，可是我怕他看见我就会想起以前的事情，这样他就更难受。我也不想他因为我和他爸爸的关系变得更不好。所以说，我们彤彤一直都是个善良的好孩子。当年那件事情，妈妈根本就不相信是你干的。妈，你能跟我说说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那年你五岁，你学大提琴的音乐学校旁边有个人供湖。你不辞而别，想我有多大罪孽。我原本以为你故意和我亏欠，后来我多壮烈的明灭，太可悲的情节，没好运能与你拥抱和解，多诚实的行为才对得起演技拙劣。看在我们之间的心结就像白昼黑夜在无人的街让空气凝结，我站在路中央拦截像三月，当所有人误解了我的顽劣，自从脱离了你的视野，低落才变得愚想和你当面来致谢，我站在路中央拦截像三月，当
选择了信念。宋总，今天是香蕉三号第一阶段的验收日期，董事会的人都过来了，我马上过去接你。好。彤彤，下来吃饭了。来了。昨晚上又没睡着啊？我是说您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哦，你好好吃饭，多吃点。怎么了？换风格？混搭？你和陆文彤的事情我知道了，你也不用太难过。咱们呢，好好工作，努力把香蕉三号研发出来，然后治好你的失眠症。嗯？什么风格？哎，感情我刚才跟你说的，你一句都没听进去是吧？彤彤，才几天没见，你怎么瘦这么多？没事儿，我这多吃一点不就长回来了吗？也是，这样，等待会儿我们看完电影，我带你去好好补一补。那我先去拿票。那我去买点吃的。好。我要一桶爆米花，两杯可乐。好。池佐哥，彤彤一切正常，你放心吧。彤彤，吃这些够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加满？卖爆米花了，动作还这么熟练。彤彤，彤彤，彤彤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
东西买好了，咱们看电影去吧。好。的挣脱，假装比你洒脱，干脆闭上眼睛不看那个我，直到快分不清爱的是真是心，骗过了时间，骗不过自己。我想我会明白，不会再去告别的每一句，对爱懦弱的那个人不是我，是你。对爱懦弱的那个人不是我。